当初的时候知道的，已经开飞一路来，一开始开飞我们都讲不要搬的，还是要保留这个元宵的，是要保留的。他因应那个周敏芬就讲要搬要搬，没办法就是要搬这样讲，因应来了你怎么样，就是这样搬去了咯，搬去了，然后跟那个肥财二校那边将来供销，我们哪里愿意看到跟人家供销，哪里愿意，当然是不愿意哦，是不是啊，有一点自己的大的事情，就是咯，就是这样斗下去咯，就不要咯，也是好啦，这样斗下去，如果不斗下去哦，那你力量镇哪里有一间大个月就起给社会人士，是不是起给人家读，根本就是这样咯，想到哪里啊，讲学校讲八个月要起好就起好，你就想啊，如果不是白小江来压下去啊，哪里会有政府有这样好啊，起给你们。语文教育是基本的人权，不能够讨价还价，不能够妥协的。我可以为国家牺牲，我可以100%爱国，不过呢，你不能够啊，要求我放弃我的语文教育，因为那个是作为人的一个权利，作为一个住群的一个尊严。认为说，哎呀，政府要关你怎么办？你做不了什么啊，政府要关你，关掉你的学校。所以当时他有一些居民就是以这种态度，但是有一些居民都认为说，我们要怎么去保留呢？如果他就关掉我们。争也是没有办法的，争不到的嘛，所以变成了当时很多很多人不同的讲法，变成了当时是也是可以说蛮乱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联系这个村民。是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
在我们开展世界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海沙老百姓。平民政府，所以他们就支持体现帮忙华侨，帮忙华侨是体现我那股口那口气没地方处啊，我支持华侨，虽然我孩子没有在华侨了，我也出一口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搞这种义卖啊，义卖就很多这种所谓那些啊土狗辈啊，那种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，他就说很爽，卖这个义卖很爽。很多年没有这义卖了，就是爽，一个爽字是表达那种愤怒啊，我就是给你支持，董事长干得好，让我们有机会表扬一下华旗花落啊，大大声喊一下华文教育万岁，体现那种啊长期被压制不公平这种场面呢，我看了很多。所以为什么华社会支持华教，整个环境呢民族不平等，长期变成不合理，变合理化，但合理化过程还有一些清醒的人哦，你会呐喊的哦。所以呢，我要这个运动呢是不会停下来的，因为呢公平合理的社会还没有来，这个运动会继续下去，这个运动就结合了，所以争取民主人权呢、啊，希望政府开放嘛，透明嘛，这个是一个人类长期奋斗几百年、几千年都要奋斗下去的了、哦、所以我是支持华教啊。我记得是一个是任何力量不能够破坏的，警方的统下打压，以前我们看到警方最好就避免啊，所以闪啊，不要去跟他们对直接对攻啊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警方啊，我们也好像他们是公务员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也是收我们的薪水的嘛，所以就是我们是追求我们要去知道这点啊，我们没有做错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的，不管他是什么警察什么高官，我们可以跟他就是骂他们啊，我们也可以骂，就是他们做的不对，我们就可以骂他。如果我们做的不对，当然我们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要肯定我们做的东西是对的。